常了，这次搭的是济州航空。大家好，我是静。这次四天三夜我是跟旅行团，韩国团在冬天是相当平价的，一路从郊区玩到市区，而且是包餐包住包门票，就让我来分享这次体验吧。终于到韩国了，而且是红眼班机，就是直接没睡觉还第一天行程了，外面好像冰库一样，刚刚那个门打开我都站到了一下，就是那种，就是你在那个冷冻库，哎，超冷的，我第一次感受到那么冷，没这么冷的，真的，有得到了，皮肤在痛。玩这家其实也还不错，可是这次吃的清淡，是早上6点韩国，随便图都会有盐。那等一下坐2个小时的地方去，是韩国最大的人工池。如果夏天的话，它会有很多的莲花。这边的主角就是那个凉亭，就是观赏用的高丽菜。韩国在三国时代分为高丽、新罗、百济，而百济是朱蒙的儿子所创立。百济文化园区是韩国最大的历史主题公园。发现好像没什么东西，我觉得这边可以待个10分钟就好了。今天行程就是疯狂看博物馆，跟扫一些古迹。那这边是属于韩国的郊区。公州国立博物馆主要展示着公州等中期南道地区为主的出土文物。这也是一个台湾13号博物馆，是一些石器，然后碎掉，然后粘起来的。我都没睡觉，我觉得太辛苦了，吃零食，然后去饭店睡觉。这边可以近距离跟动物接触。这边是大只的熊，刚刚我去看那边是小只。现在要花1000块买熊的饲料，这是它的饲料啊，对，它吃素的。看到，那我要丢下去了。你看它会跟我拜托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餐，青花鱼。饭店还不错，在楼上有公共空间、健身房、娱乐设施可以自由使用。导游会询问是否预定韩式炸鸡，大概10000韩币出头。
觉得今天真的太折磨了，没有睡到真的很痛苦，可以忍受没有吃东西，但是不能忍受没有睡觉，因为每个人在车上都睡着，导游在想什么也都没有在听。希望明天可以听到更多关于韩国的历史。室内温度又有开暖气，所以大概是29度。室外的温度有多冷吧？就很像那个、啊、开那个冰柜冷冻库一样，先赶快把它关起来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是跟团的第二天，今天还是会走一个郊区的行程，而且我已经拉肚子拉了一整天了，因为都是吃很辣的东西，超不习惯的。现在来到正南门，他说这个之前被日本烧毁过很多次，所以有重建的。这是什么盖的古色古香？要去射箭场，现在来体验看看吧，韩国的射箭。这个箭手很痛，也超难射进去，就是一般就是打到靶，我觉得以前很厉害，居然还可以一边骑马边射箭。现在来到人工的民俗村，像这样的建筑就是属于有钱人的建筑，旁边右边这样的建筑呢？属于比较贫穷的人民，因为他们的屋顶是那种稻草。对面的话，这边是真的，可是因为现在还有人居住，大概50个人居住，所以不太能去打扰。这种观光地区冬天都没有人呢，他们韩国人好像都喜欢夏天来，这样都会开樱花什么的。满满的芒草，这边可以拍网美照。人都很少，主要是因为现在是冬天，没有什么人会来。现在来到水源花车，我觉得这应该是目前最看到最大的古迹，而且保存的非常完整。华城在过去是易守难攻的城墙，今日也成为赏花的好去处。现在搭小火车，然后逛城墙一圈，大概要30分钟。这里让我想起了花博的灯会。我们来到第二天、第三天的饭店。我们现在在仁川旁边，有非常多的那种小吃店。宝乐园，觉得这边很好拍耶，而且有好多动物的雕像。等一下去看真的动物了。
可是爱宝乐园真的很大，我觉得玩一天可能会玩不完。6살 아직 애기예요. 우리 통은요 아직 너무 어려서 할 줄 아는. VIP 区才有的烤鱼。准备要回去了，那下一站是看涂鸦秀，快看那边的城堡。街好热闹哦，不过我发现我好像没有什么想买的，看起来很好吃。会变帅变美。对，昨天的早餐我已经拉肚子拉了三天了，所以吃这样就够了。现在来到海苔博物馆。原来它是那种在室内自己拍的，就提供盘子让你自己拍。这边是鬼怪的景点。准备回台北。今天是吃晚餐吃锅拌饭，然后等下就要搭飞机回台湾啦。终于结束这次旅程了，其实还 OK 啦，只是算买礼品店那边可能非常多压力，尤其是那个跑干完那个时候压力很大，因为他就是一定要你们买，不然他有作业集。
整体来说，哎，还 OK。